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宝妈妈。哎，青宝和爸爸现在在那边，你们看在干嘛？现在我倒好像是一个局外人，他们两个在那边的话，好像没有我什么事儿。这么重要的事情没有我的参与，你觉得你们能成功吗，宝宝？啊，没有一个人理我。我带你们看一下他在干嘛哈。你看元宝都不乐意，元宝替我打包不行的。宝宝过来，来妈妈这儿，快来。你看元宝来我这儿了吧？我先具体跟你们说说到底什么事情吧。爸爸这两天就是在网上搬砖嘛，挣了1000块钱。然后他现在呢，刚好被他那个现金刚好取到手，然后被青宝给看到了，青宝就不乐意了，然后他要求分爸爸的这个搬砖的钱。他们两个在那分呢，没有告诉我，但是又被我给看到了，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三个人之争了。到底看这个1000块钱到底怎么分吧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分不平了，我觉得是不是爸爸？需不需要我？需不需要我的参与？不需要呀。越不需要我越要去。走，带你们看一下怎么分哈。妈妈，我们不是分不平，是我爸爸根本就没想着给咱们分平。是吧？他给我100，然后我也不说啥吧，他还说他要给你100。哦，我也是100。啊、嗯。这是我自己搬砖挣的钱，为什么要给你们？那你刚才给爸爸在那儿争了半天，你们俩争的啥？据理力争了半天。我在替你要钱，替我打包不行？对，让我爸给你多点。爸爸，我也只有100，给我，剩下的800是你的。给你100都不在了，你还是想干什么？你们看哈，刚才元宝还没怎么的，爸爸也给元宝分了100，我们三个就这么平均吗？一人100啊？你拿70%，我们三个拿30%，你这样的分法可不行呀。这是我，你这个钱。你这个钱如果不是今天情报如果看到的话，你这个钱就据为己有了吧，就成你自己的吧。谁据为己有？本来就是我的。虽然是你搬砖挣的钱，但是也是咱们家的钱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看，磕住哪儿了？磕住哪儿了？磕住。磕住痛了，磕住后面。这儿。宝宝。哎。干吧，你看，元宝现在特别调皮，你眼瞅不见他都是。好了，宝宝。妈妈看嘴巴，妈妈看，看嘴巴都憋成青的了。我跟你们说哈，元宝的气性特别大，今天已经磕了3回了。哎呀，真服了他。为什么我们要和爸爸分这个钱呢？是因为爸爸在搬砖的时候，元宝是由我和妈妈照顾的，只有我们照顾好元宝，我爸才有心去搬砖。对，所以说这个钱也有我们的份。是我们是他坚强的后盾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样解释的话就不为过了吧？对。都因为这个分钱，孩子头上摔个包，这钱这都给元宝算了，你俩同意不同意？同意，补偿一下元宝，行吧？双手赞成。行。宝宝，这个钱都给你了，我们就不要了哈，都给你了吧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元宝也表示同意，他也要这个钱了，宝宝，他也同意要这个钱，那这个钱就归你了哈，行不行？他现在这么小就知道要钱了，哎乖，都归你了。你给大家说一下，你又咋了？啊？就是下去捡东西呢。然后我不是这样子，然后我眼睛这里刚好是这里，然后一弄，然后眼睛就磕住这儿了，磕住这个骨头了是吧？磕的两眼泪刚才。然后我跟你们说哈，这个钱最终呢，到我们两个的手里，在元宝手里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两个手里，最终还是爸爸一分钱没有。大家会不会说我们两个是两个财迷？妈妈来分钱。不用分了，都是我的。啊，不可以。开个玩笑，咱俩的。明天拿去把它存起来，好吧？好，行，那今天就这样吧。大家可千万不要说我们是财迷哈。就是。行，拜拜啦。拜拜。